有够劲。1999超世纪魔术收秘大公开的现场，今天现场也是我们日本的朋友很多啊，美女如云啊，只有我们的一个哭面啊男生啊，其他的全部是美女。哦哟，那另外这些日本朋友们呢，我们要请这个杨思明还有我们陈佳美多帮我们代劳翻译一下，修改一下，修改介绍一下。杨思明特别讲到，我们这次来了许多的写真美少女，我今天来的好像都是生面孔，没有看过的。哎，先看我们这一边的好了，好不好？名字介绍一下好了。诺奖，哎，欢迎。哦，罗姐，あなたは就用了でしょ？就用了。哎，你你マスオ就多少でしょ？这个在日本是不是从事女子摔跤的？哎，不会吧？有点像哦哈。他是这个日本啊，连续三年啊女子的空手道冠军呢。哎呦哦。是被骂惨，是骂惨。对啊，后面呢都是老朋友啦。我们这边呢，哎呦，あの修改あの台湾語修改います。大家好。所以为什么这个中日的友谊啊，你看历久不衰，因为他们讲话也像我们这个台湾国语，大家好，我是水回，一道水回，所以这天哭面就乐了哈，哭面在台湾很久没有，很久没那么多朋友来找你玩了哈，这一天你辛苦了哈，每天玩的才七八个，可是还好的地方就是都是美女嘛，对啊，都是美女哦，对啊，所以很，哎，哭面，跟陈佳美熟不熟？no no， 其实很熟啊，很熟啊，哦，熟啊。表情。对了对了，刚才啊，这个杨思颖呢，他说所以每天晚上我可以陪他们啊。然后杨思颖说，我好幸福。美女灯笼啊，来来来，请看。两位美丽的女助理推着一个大灯笼出来旋转着，好证明灯笼箱子的四周都完全没躲着人。同样的，他们的舞姿也蛮可爱的。现在，奶哥拿着一盏灯出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这则魔术就是光跟影组合而成的幻象。如果灯笼里藏着任何的东西，各位观众一定会看到它的影子。这么做就是在告诉观众，灯笼是完全空心的。奶哥现在拿着灯圆，在灯笼的左边、右边、后面全部都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一遍，看来灯笼的确是空心的。现在奶哥慢慢地把灯圆伸到灯笼里面去，看来技术不是很纯熟的样子，有一点小小的出水，不过没关系，不会对这次的魔术有任何影响。好，现在灯圆已经准备就定位了，奶哥很帅的把灯圆放好，然后有模有样的走到灯笼前面比划了两下，神奇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哎呀天哪，竟然有只手在灯笼里面出现了，接着奶哥慢慢地走到灯笼左侧，神色从容地坐了下来，开始施展魔法。接着一个看似女人的影子也随着摆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只见奶哥的手用力地向前一戳，嘿，天哪，灯笼里也有只白嫩的手破纸而出，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呢？哎，天哪，竟然是我们的美女陈孝萱，真是太神奇了！奶哥，你是怎么变的？哦，すごい，人皮灯笼啊！哎呀，不得了！这个大家要看，我刚才进行这个魔术的时候呢，我们是啊非常严肃的心情在表演的。是，不知道我们的来宾的感受如何？感觉怎么样？这个陈孝萱怎么出来的？多西对。不可思议哦！不可思议啊！不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来，月红，来，你来说说看，我们本土的艺人来看看，来，好好来解释一下。陈孝萱怎么来的？我实在想不出来，唯一就是可能地板有没有挖，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啊，有多少？就在这里，不可能。哎，这要挖地板，再挖三个月才能打一个洞啊！对啊，那就不可能。而且宗师会告你。不可能，所以这么也不知道，这么有答案吗？新会，恭喜的。人家说矮的人都特别聪明，来。是不是剪接的？
没有啊，没有镜头。我们那个镜头，你看看，他怎么跳都离不开那个灯笼啊！以我们的人格情操，我们会做这么下流的事情？有可能。要简介何必播这段？我们就播国外的就好了，对不对？啊？不知道。不知道。多谢的。多谢。那一道水飞。还就不，还没讲。我要跟他讲。不过呢，也不让他讲的原因是说呢，他居然讲了呢，我们可能也听不懂啊。是是是是是。好。那就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来啊把它完成的。哎呦，这个有破解啊！人皮灯笼。那这是我们这个近这段时间来中国的魔术史以来啊少有的测心术还有预言还有魔术破解的一次。开玩笑，那就赶紧来看看，看看，来来来，大破解。到底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呢？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其实啊，当灯笼被推出来的同时，我们的小轩轩早就已经躲在灯笼里了。当灯笼就定位之后啊，陈孝轩就从灯笼后方溜了出去，哎，就是像这个样子。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奶哥把灯源巡视后方的时候，光源从灯笼跟小轩轩的中间扫过，就像这个样子，因此当然看不见小轩轩的影子咯。而当光源就定位之后，灯笼的前门也被关上了。这个时候，孝轩再度的溜回灯笼里，等待暗号。哎，这个时候关键来了，因为他看不见奶哥的手，因此所有的手势都必须配合音乐的节奏，可见团队精神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灯笼里的情况。当孝轩靠近前门的时候，自然就可以从灯笼外看见影子缓缓的出现了。您看他跳舞跳得多投入啊，看不出来陈孝轩还蛮有舞蹈天分的。整个魔术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哎，现在孝轩准备破门而出了。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美女出现了。这个魔术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我们刚看到啊，奶哥坐在前面坐怀不乱，是啊，他在后面是这个一直在那边呢施展媚功，搔首弄姿啊。你那时候脑筋在想什么呢？那时候我觉得很好笑，但不能笑。下次我想有机会的话，可以找到像什么？你看新会眼睛也睁这么大，可以找新会啊、月红啊，还有我们的哎很多的哎杨思明啊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型魔术的表演。Hello together 哦。一宿一宿你好，哎，你问他愿意跟谁配合，愿意跟他还是跟我？问他一下。何必挑拨离间？我没有没有。もしやるとしたらどっちがやりたいですか？哎，多谢，哎呀，多谢多谢。问他一下。もしやるんだったらどっちがいいですか？はい。どっちがいいですか？どっちが？啊。太博花饼助我力啊！好。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啊人皮灯笼，对，好，接下来我们另外哎，陈诚考博飞来，欢迎，掌声欢迎。哎呦，这个不要太勉强。不过，我们看到这次陈诚考博出来的道具。更简单了，哎，我不要打搅他。小董考波飞就是一道过一下，就是一副扑克牌。嗯，这个非常的简单，但事实上它的难度相当的高。哦，现在呢，即将表演这个测心术啊，非常的可怕，随时停在任何一个地点呢，就是你所选择的牌，而且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牌。哎呦，玩法非常的简单，请看，这是拉斯维加斯里面出来统一规格标准的扑克牌。最后面没有任何的花样，什么白的、啊，全白。一般很少看到后面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花色，有点奇怪。花在前面，而且这副牌呢相当的整齐，每一张牌都在，各种花色的都有。是，好，可以看一下，没有牌是重复。现在我请现场的来宾把这副牌充分的把它洗乱，洗成黑泽明的长相，就是乱。了解吗？来，你这个好深奥，我给来月红，
你怎么已经挂了？你还跟他开玩笑？没有道理。慢慢洗啊，越红，越来越红啊，真是不得了。对，越红洗牌的 pose 不输给那个 Las Vegas 的 dealer dealer 啊。我发现身材相当的像。你刚洗牌的时候可以再低一点。我们希望一个专业魔术师应该要有他个人的修养以及他的内涵。洗得够乱，可以的。哎，不要给我，先把这个牌分成四等份，自己分。四等份，不用，直接分成一摞一摞就可以了。逢机选择啊。随便插，好，这四份是你的，你说你的选择，请选择一个，一摞是你最喜欢的，来，选一摞，随便，这一摞是你选择的，是，其他的牌就是我们用不到的牌，我们放旁边，你刚刚铺。盒子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放牌？没有。我待会一张一张拿，没有关系。这个信封现在放给你，给我，请你帮我保管一下。收起来，收起来，放口袋里面。没有口袋。哎呦，那也是口袋。这信封，请注意看，它是没有口袋，就夹在吊带。这信封是完全看不到任何花色的，请这边看一下。看不到。没错，一样看不到花色呢，是不是呢？对呢，对呢，对。现在开始，月红，请你配合我一个动作。是，我一张牌一张牌拿出来，一张牌一张拿出来 ，OK。你要在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叫我停下来，那个点就是在我碰牌之前，你就要叫我停哦，不要让我碰到牌，因为我碰到牌就知道那是什么牌，了解我意思吗？停在任何一个你想停的点，我要去拿的时候就叫我停，不要让我碰到牌哦。好，来，现在开始。红心 J， 哎呦，你还会透视扑克牌啊？梅花 S， 切。红心，请把镜头遮起来。哦，靠腰，我喜欢我。红心九，那这厉害。哎，哎，这不款啊？我没有看哦，镜头不要照，我没有看哦。现在没有，现在没有。这是一个。黑色的，哦，梅花 S， 你还是需要那个荧幕的。那荧幕，我想请问一下，再一张，我们现在可以笑吗？不行。哦，这憋的会得内心，你还没有叫我停哦。我不还不能叫你停。这一个是，你随时可以喊停啊。这一个是。梅花，梅花 K， 哎，没有，好，我就要这一张，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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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就这样，停，确定，确定这一张，这张牌我没有看，你选的是，你这叫没有看，请注意，这是他选的，方块，方块 K。方块这个非常喜欢这样的数字，方块，尤其我特别提醒，里面的牌没有的牌是一样。好，来，这张牌是你选。对啊。都是一样，没有一张是一样。来，现在请把信封打开来。哇。哇。打开然后呢？你要宣布这一张吗？对，他刚拿，你刚。
就要停下来是方块 K， 我打开了，应该是这一个，对。我很不忍心猜的，没关系。这是什么魔术啊？送客，哎，你还有脸，你还有脸活在这个舞台上？赵小维啊，你真是的，害我那么认真在看。哎，好了好了，哎，收摊了，收摊了，收摊了。哎，那个不用掌声了，不用掌声了，来那，收摊了，收摊了。一二三，我们喊下，你有下吗？好，来，不要嘛，一二三，下。好，啊，这个大家笑一笑就算了哈，反正既然错嘛。我会不会被扣钱？来，而且我们更希望说，由他这一点之后呢，他能够自己反省一下。会不会从此卖价超贵？没事，没事，甩个五八万的，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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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如果说他再也没有机会这个东山再写的话呢，他就自动提早退出演艺圈。对对对，那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先看一下啊。来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破解美女的肢解。来，美女肢解。我想这个魔术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人家表演嘛，对不对？有看过，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身材，我看这个像是月红这样的身材，如果说在那么薄薄的箱子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肢体去做任何的改变？比如说躲在一个角落，你觉得可不可以？我觉得不可能用肢体做改变，我觉得可能是在他的那些刀片的那些工具上。刀片可能进去之后，它自动缩回来。我在想，对。但是我们看到他最后推开了。分成三个部位啊，三个部位肢解开，手头脚，就是我觉得啦，那个上面跟下面呢，有一个东西嘛，然后有厚一点嘛，厚一点嘛，对不对？然后四角形那种样子嘛，所以我在有可能，他就是缩到一个角落嘛，忍不下的那个，对不对？就这样子嘛，对对对对，他的身体很柔软，对对啊，可以这个弯一劈。劈腿或是拉筋，对对对，很软的话，有可能很软可以吧？我们也让观众朋友不要再头痛了，赶紧的看看破解美女之解。现在就让我们来告诉你这个魔术的秘诀吧。你一定不相信这个魔术有多么的简单。助理钻到箱子里去，只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傻笑，第二件事是拿着红手绢不停的摇，第三件事是缩紧了小腹靠到一边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刀片，刀柄比刀片来得宽很多，这是魔术师故意设计的，如此才能够制造错觉，让人以为这个刀片与箱子同宽，并且真的插入了助理的身体。但是你不必担心，这个助理不会有任何的危险的，因为刀子真的没有插到他。现在我们再插第二个刀片，也是从他的脚边插过去。而当魔术师移动中间方块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魔术的秘诀了。助理的身体根本就没有移动，移动的反而是整个箱子。你一定没有看清楚吧？我们再让你看一次慢动作。你瞧，箱子整个往后移，手跟手绢也跟着箱子移动。重要的关键在这个黑色的区域。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它跟黑色的背景几乎融成了一体，使得中间方块似乎好像完全被移到左边去了。怎么样，这个魔术很简单吧？三个方块最后又被推成了一体，完成了一个如假似真的魔术。我说的没错吧？这样子的助理是要经过特殊挑选的吧？真的就像啊酷妹说的哦呀，可是这个是有一点不一样吧？对啊，对啊，完全没有关系。它是正面变正面，所以它是一个玩道具的啊。干什么？什么声音？哎呦，很人好多兵，魔术特星秀不愁编。现在我表演的这个是超时空的预知术。这边有个扑克牌。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我再表演一次扑克牌。这完整的一张牌，这副里面从头到尾五色张，通通在。哎呦，可以检查一下每个花色，通通在。
通通在。大家看一下，没关系。砖块、梅花，有啦有啦，都看哈。有啦有啦，有啦，差不多。有都有哈。你还数几张啊？没有差不多，我的魔术很严谨的，没有差不多。啊是啊。OK， 谢谢。嗨嗨嗨，这次吧，后面有都先擦好了。现在把这个交给一个朋友，把它洗。洗到自己觉得每一张牌不在原来的位置为止。哦，来，请，嗨，杜总，一道水回，小姐，一道水回，杜总，啊啊，すごい，すみません、早くください、早く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はい、なんだよ、要给压力吧，我不给他压力，对，嗨，嗨 ，take your time， OK， take your time。Slowly. OK. Hi. OK. いいですか。いいですか。いいですか。いいですよ。いいですよ。要不要这边的牌来洗？杨思敏，来洗牌。来，杜总，这样给弄乱。再乱。桌上。我已经不敢洗牌了。好。OK， 够不够乱？够了，够了，够了。他说你够了。这副牌是他们全部洗过的，应该没有排在原来的位置上。现在我请一位现场的朋友选出一张牌，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月红，啊，我，你要找死了你，没有啊？待会又是黑桃 S 哦。请选一张牌，不要怕。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顶多以后下次再也不表演。哦，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们下次也不会让你再表演。你抽一张，谁都不要看到。我直接抽是不是？谁都不要看到，请选。谁都不要看到，谁都不要看，他都不要看。好，谁都不要看，谁都不要看，你自己也不能看。好，就压在桌上。好了吗？好了。你好严肃哦。现在这个信封是空的。空的。检查一下。是空的。是空的。空的。确定是空的哦。是空的。我现在把它放进去。嗯哼。OK？再次请你保管。你要放相同地方。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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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我放右边。这样他平衡了，他不然会走回去会这样子。好了。现在我们看到跟我一起出来的，除了这台拉风的摩托车之外，是就是这支电话，是有电话之间的主角。我们到最后的阶段，现在我要请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朋友呢，我在今天早上就跟他说晚上会打电话给他，会有朋友找他，他有话想跟你说。哎呦，了解吗？跟我说啊。那就来啊。我找一下我的电话簿。请把电话拿起来。月红。2785-81。你找一位林罗汉先生。不用拿听筒。不用。林罗汉。林罗汉，林先生。喂。啊，请问林罗汉先生在不在？谁？林罗汉先生。林罗汉哦。是。我你站着哟。啊。喂，你好。林先生吗？找哪位？哎，我找林罗汉。我就是。有什么事吗？你好，我是月红啊。月红是那个，我是晨晨的朋友，曾国成的朋友。晨晨考伯飞。晨晨考伯飞。晨晨。晨晨现在在哪？晨晨啊，晨晨现在在南港中视。中视，他现在录影啊。对。哦，有什么事吗？我先问他好不好？你叫我打电话给他干嘛？节目里面的事。
你们要说知不知道？哦，节目里面是啊，知不知道？哦，你们现在是在录影啊？对，我们在录影。然后，哦、那沈晨呢？前两天有跟我讲啊，讲说对，节目好像要预言，是不是？对对对。哦，他说你现在手上是不是有个信封啊？是，有信封。是。那里面他说有放一张扑克牌，是不是？对，你能说出这个牌的那个？扑克牌的号码 是？对，号码。哦，他好像跟我讲的是那个方块六。方块六啊？方块六。你可以先打开信封看一下。啊，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够可怜啊！对啊，刚刚抽到都没有看到，对不对？现场根本没有人看到啊！对啊，而且刚刚洗的时候，他任意抽一张的。真的要翻吗？真的要翻吗？好，那个我拍垮，让他难看，让他一辈子呢，反正错一次错两次都是错，这也没办法再表演魔术。沈晨考波飞超时空感应术，这一次能否血耻成功呢？现场根本没有人看到啊！对啊，而且刚刚洗的时候，他任意抽一张的。真的要翻吗？真的要翻吗？好，让他好拍垮，让他难看，让他一辈子呢，反正错一次错两次都是错，这也没办法再表演魔术。哎呦！哎，这怎么莫名其妙？喂，他好严肃。哎，你好厉害哦！是你厉害还是？不是他厉害，郑国成厉害。郑国成告诉他说，今天他会预言，然后这个扑克牌里面你会挑出一张方块六。啊！怎么那么厉害？哇！我好崇拜你。罗汉，你有麦克风？罗汉，哎，谢谢你。OK， 拜。好，拜拜。你干嘛？喂。不了，哎，你屁股可以再翘高一点。喂喂，啊你我都快叫上卡登呀，我都快上完了，我都快上了，哎，忘记了，怎么可能嘛？哎，机会你看看，可以解答吗？啊，会教我？哦，教你晚上去找曾国成，晚上去找曾国成哈，十二点以后，对不对？啊，我觉得刚刚真的莫名其妙呢，对啊，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呢，对啊，刚刚他说两点捡到电话给他，嗯嗯嗯，怎么可能？对啊，没关系，大家究竟如何，早晚会让大家哈这个安心的，哎，瞑目的啊，什么话瞑目？啊不，很多人讲，但是不让我知道，你们连戏都没瞑目。好，再次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特来宾，谢谢，谢谢。收听我们更精彩节目内容，请您继续收看《红白胜利有个戏》。